例如在节目的一开始，大家看到在梦境酒店中，开拓者可以体验到多面重力的变换，在不同方向的墙面行走与战斗。但要提醒大家，重力的转换是有存储次数的，所以在看见能回复次数的梦泡酒塔时，一定要记得补充。那在新的版本，我们还准备了两个非常奇妙的场景，筑梦边境与质子的梦。筑梦边境是家族的筑梦师正在建造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施工工地。当开拓者探索这个地图时，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能力，筑梦谣言来形成道路。这个玩法利用了视觉误差，使得本来高低落差很大的场景能被开拓者的脚步所遍及，最终到达梦的边界，俯瞰瑰丽又宏伟的梦境都市。匹诺康尼还会遍布筑梦拼图，只要拼出图形上的图案，就能美梦成真。比如你能直接拼出一个宝箱、一个机关、一个 NPC， 甚至可以直接拼出一个前行的区域，开启之前无法通行的道路。而在质子的梦中，开拓者可以使用梦客漫步的能力，在一处梦境世界中最大的走墙房间里行走，获得新奇的探索体验。其实在 2.0 版本，我们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哈努兄弟越狱记活动，自己作为人肉弹珠机进行发射，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的戏码，驾驶囚笼逃出升天，然后利用镜面迷宫中的移动模块和镜子的倒影来修复苏勒达的运输通道，喝上了苏勒达的反抗军就能提振士气。接下来开拓者还要变身为迷你版的哈努兄弟，突破典狱长石头老板的重重封锁，拿到监狱密钥，获得监狱控制权。最后开拓者还要在迷离的梦境中与分散的狱友们会合，使用梦境中的特殊能力梦客漫步，在支离破碎的梦境空间中上下翻转，自由行走，找到分散在走墙房间中的狱友，共同赢得最后的决战。在前面这些梦泡测试完成后，开拓者可以在多名四星角色中任选其一作为奖励。的任务中，开拓者在匹诺康尼还将获得一个特殊的能力，修复 NPC 的情绪。人是情感的动物，会在情感的指引下做出选择，也会因为情绪而困扰。各位开拓者可以帮助他们疏解心中的苦闷，或是让他们平凡的一天过得与众不同。听上去是个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也不尽然，非常期待开拓者在游戏中自行体会。但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人类的情感真实非梦，请大家认真对待手中的选择权。